闷棉被逼喊没达到目的还造成反效果。这个其实是一种偏方，而且它是属于治标不治本的。像刚开始初期的时候，你闷很热，流汗，它可能有一个排热的效果，你会觉得好像好很多。但事实上，如果你是像这种穿这种什么发热衣啊，什么一个晚上下来，其实你容易有脱水的问题。